周丽淇与 Angelababy 等出席某品牌秋冬时装展，亮亮一身粉色服饰亮相。本以为自己的年龄已经不适合这样青春的颜色，但是朋友们的夸赞令亮亮以后想多多尝试。虽然是有粉红啊，有紫啊，但是里面也有那种比较就是灰灰的颜色。我还有，因为我觉得它后面的那个鞋子蛮特别，就是好像一只很快乐很快乐的鸟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这套衣服。还有就是我穿了以后，很多朋友跟我说，没想到我穿这个粉红色原来是那么好看的，所以我以后会多穿一点。袁咏仪产后成功修身，小宝宝已经有20个月了，所以亮亮在家里平时的言行都十分注意，生怕影响了宝宝。小魔童呢，不惊不觉啦，已经踏入了20个月了。他现在呢，开始讲话呢，常常就是学我们讲话，我们说什么，他就讲什么。所以最近我在家里面呢，说话都比较小心，特别。就是不能很大声说话，也不能随便说脏话，因为不然他就会学了。